事情已经办妥了。死的这个人呐，叫严东升，他是多宗命案的主谋啊，由咱们这个大英雄刘金喜给这小子归了案了，这是好事啊。一个手无寸铁的凿子工人，咋个打死一个习武多年的严东升？当时你是咋个抱严东升的？刘金喜，你到底是啥子人？没有一个像汤龙，没有一个像汤龙。你是汤龙，你依然是汤龙。你是说杀人犯之所以成为杀人犯，而非他的自性，他只是生于杀戮之家，他杀了人，众生都有罪，大家都是同谋者。咁你点解唔放过佢？佢想做个好人。我哋做人唔系要令佢哋变做好人，系为咗乜嘢？为咗法律。你身上的血是我的，他身上的血也是我的。我知道你不走我过去，一定要离开家乡重新来过。我要做刘金喜，我差少少就可以。人的身体很奇妙，可以呃人。我就是用你的身体来呃一次。汤龙，你一定要死。